新皮肤又来了，我和娜娜爆料了第五的首款需要杰作品质的时装，是香香的魔念魔虚孽之梦。从公布的宣传视频中来看，这套时装应该算是第五目前最精致的了。香香半躺在水面上，发型变成紫色的长发披肩，搭配上玫瑰型的花瓣眼镜，头上还戴着一个璀璨的蓝色花朵，最后再加上那一身绚丽的裙摆，这画面简直太美了。另外官方还说，这套时装在对局中有着健康和受伤两个不同的形态表现，你再大胆推测一下，前半躺着的样子应该就是香香受伤时的状态，后面裙摆展现出来的画面应该是健康状态下的表现。此外，两种状态下身边都有蝴蝶飞舞，那么这些蝴蝶应该是时装专属特效了。要是猜对了的话，那香香可称得上是庄园中最靓的仔了。另外，这个时装还有专属的等待大厅的时装表现效果和动态的时装卡面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就是视频结尾香香坐在椅子上这个画面了。一猜现在，更期待后面在游戏里的效果，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样子。不过我记得邦邦的虚妄杰作挂件却要400多，那香香的这个衣服不得掏空我们的钱包呀。另外还有约瑟夫演绎时装的实录效果，拍完一台只能说伊达阿比达，你真的太惨了点吧。本次的建模也称得上是精品，感觉月月都变年轻了好多，举手投足之间都充满了贵族风度，真是让一台的少女心狂跳呀。最局内的摄像机也变成了书架，还是很符合时代背景的。不过为什么最近好看的皮肤这么多，大家的钱包都撑不住了吧。娜娜，你最想要这些新皮肤中的哪一款呢？快评论里面告诉大家吧。